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要给大家带来 RDO 的本月优惠，那就让我们出发吧。这边来带大家看一下本月特价的马有哪些。本月特价的马有工作马，有这三种：荷兰温血马，阿帕卢萨马，还有美国花马。 然后还有多用途马的诺福克郡马，这些马就依照大家的喜好，就是喜好它的花色，谨慎挑选吧。因为骑到后来，其实感觉都差不多，就是、挑自己喜欢的就对了。现在带大家来看本月免费领的社群套装。那第一个是在帽子的部分，帽子这里呢，这个零块钱点帽子就可以看到了。 然后第二个是，第二个是衬衫。衬衫呢，这次本月衬衫全部都特价，如果你看喜欢的，也可以顺便买一买。然后这个送的社群衬衫是，就是日常衬衫这一个。然后还有送，反正免费的嘛，大家就领起来。还有送背心。 黑心这个，原本要金条的，现在你可以领一件免费的零块钱，还不赶快领起来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接下来就是这个裤子，裤子是我看一下是这一件翻折城镇裤，也是有一条是零块钱的，大家赶快把它领起来吧。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呢，靴子，男脚跟女脚的会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就是这几个配件在送。对，这个靴子，这一个零块钱，反正免费的不薅白不薅，对吧？然后还有领巾，这个领巾。 点进去会有，其中一个是零块钱的，你们把它领下来就对了。然后呢，除了除了刚刚看到衬衫有特价以外，还有前面的这个服装，服装们也都是特价的，可以随便点几个给大家看。你们看，它原本原价五百四十五，看原价五百四十五，现在特价变成四零八。 如果有兴趣的人呢，可以赶快来这边把自己喜欢的套装买一买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就不要买。然后还有那个表情动作，表情动作在哪一个分类啊？我看一下。然后还有表情动作，也是全部特价。我只有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很怕我按下去他就买了买了呃点这个好了，反正就是这样之类的，对。然后本月的枪支特价是散弹枪。 呃，每一个每一个都特价、啊，如果如果还没买，想要买的可以赶快买。你看差价价钱差超多的，还没买的想要用的可以赶快买啊！散弹枪，我觉得这游戏的散弹枪还是还是挺不错用的、啊，在打架打架上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其他人习惯怎么样啊，但我自己。 一个人玩的时候，还是蛮喜欢用散弹枪上去打人的。然后这一台啊，一天到晚乱跑的移动式贩卖机，娜莎女士，她这边的特价是这几个，就是这个算是人物套装吧。这一套是亚瑟的吧，然后这一套是约翰的，对不对？就这几套特价。 如果有喜欢的，可以趁现在赶快买啊，因为它原价还是贵蛮多的。只是这台移动式贩卖车啊，每天都会在不一样的地方，你们可能要上那个地图找一下，或是你们有兴趣的就自己在地图里面慢慢逛、慢慢找它吧。本月呢是私酿酒月，所以私酿酒这个职业，它的那个小屋。 一定是有特价的嘛？那小屋原本二十五黄金，现在折扣十条黄金，变成十五黄金。那因为我还没有存够足够的黄金来买私酿酒小屋，所以里面的东西没办法给你们看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酒吧呢所有的主题是半价优惠，麦芽麦芽浆的价格是七折优惠。对。 然后呢，完成那个私酿酒商的故事啊，可以获得三倍的 RDO 游戏币跟经验。然后完成私酿酒商走私犯的任务，也是可以获得三倍的经验值的。那他的那个酒出售啊，他的出售可以获得双倍 RDO 的游戏币跟经验值啊。那分别价钱是怎么样？看荧幕。 我打在上面给你们了。那除此之外呢？本周只要完成思酿酒或贸易商的出售任务，就可以获得一个每周奖励。本周是干奶迪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要先有这两个职业。 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给我一个大大喜欢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可以赶快订阅一下。那如果有什么想知道的东西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拜拜。